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6月15号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北角电器道，想今天跟大家走下北角电器道。现在我这里的位置就是北角城市花园酒店。对面就是国都广场，这里就是城市花园酒店了。这一道是大强街，呢度一間黃金冰室啦。呢間係樂園魚蛋專家。好多人吃飯喺度，四寶食堂啊！依一間係大爺燒鵝。
咦，對面有間屋仔，好似俾人休息咁嘅。呢条系艇街，呢度咧系以前咧系政府嘅物料仓嚟嘅。有啲似英國嗰啲排屋啊，咁呢度喺間 AIA Tower 啦。呢条就系油街，条路好窄，我过马路行啊，非常窄一条路。喺度个电器度啦，都唔介意嘅，佢好中意炒。嗱，依边呢条路咧就阔好多啦，里面嗰条路好难行啊，好窄啊。
呢度系福音道啊。对面咧就系七海商场啊。那個商場呢就可以穿返去出面英皇道嗰度嘅。咁啲人放工呢多數穿過嗰度出去英皇道嗰度搭巴士。呢度就是李文商業中心，李文商業中心出面一個水池咧，好靚啊！有個人工瀑布啦。呢边是屈臣道，咁呢度系好耐好耐以前咧，系工厂大厦嚟嘅，而家多数都系变咗写字楼噶啦。
咁我哋过到嚟呢边咧，就系威菲路道。呢度威菲路道啲楼啦，好耐噶啦，呢啲楼几十年楼噶啦，起码都五六十年噶。咁呢边就系电器道啦，咁电器道呢条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离开前请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免费订阅我频道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